好玩的事情，要不要 Max 先讲一下好了？我觉得好玩的是，因为我们可能大家都是第一次拍摄，对，就是从写真集，然后就会有时候会显得格外的尴尬。哦，尴尬的环节在哪边？是可能要有互动，是你说类似拿水管泼这样子吗？就是蛮尴尬的。嗯，对。所以摄影师给你的指令都是怎么样？就是要再更夏天一点，更阳光一点，更玩耍一点，就一起在那里头玩乐，对，然后好好的捕捉记录这一刻。对，志廷嘞，说到这个泼水有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因为我们到后面有一个环节是大家摄影师说要大家假装在泼水的样子，一开始大家就一起泼一下，然后玩到后面直接玩开了，玩到大家衣服都湿了，然后被造型师骂，就是想说你们玩过头了这样子，把你们拉回来这样子。但是我以为志廷你是要分享的是说你展露肌肉的部分。展露肌肉的部分，因为算是所有的男孩当中尺度算是最大的一个。你自己那时候在拍的时候是很快就可以把衣服脱完都直接拍，还是你其实心里面还是要稍微需要克服一下？心里面是还好，但是这个拍子可能要压个伏地挺身，稍微的让他再稍微的加强一下这样子。那这个写真书推出之后啊 ，Venice 的其他团员有没有看了之后有没有给什么样的反馈，或者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回应吗？因为刚刚 Max 好像偷笑了一下。我是跟他们说不一定要看，没关系。什么意思？为什么不一定要看？因为其实我在里面真的就是还没有到很自在的去拍摄，其实你还是有点害羞。对，还是有点害羞。你再回头看一下，还是有点害羞。对，所以你就叫他们说，你们不一定要看这样。对，可是他们跟每个都还是有看。那他们看完之后给你的回馈是？他们都说比想象中的还更好看。等下你是跟他们讲的是有多不好看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刻，因为2022年对你们还有对所有的粉丝来讲，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年，对不对？因为这个是你们的一个开始嘛，所以这个写真书当然是要记录下你们保持初心的一刻，这样子。好，那志廷嘞，志廷你有没有给其他的好朋友们看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像我自己家里人其实都支持都有购买，然后我就其实挺尴尬，像我自己的奶奶阿嬷，她就翻到我的洗澡内衣，结果说。可以帮我签名吗？阿嬷叫你签名，阿嬷叫你签名是不是？啊，你后来还有签名吗？有，还有署名给阿嬷吗？有署名给阿嬷这样子。好啦，很可爱，很可爱。好，因为我们今天呢，这个时间非常的珍贵跟宝贵哦，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把大部分的时间留给所有的粉丝朋友，好好帮他们签书。但在这之前，要不要先问一下？因为2023年的一开始了嘛，先问一下你们今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跟规划呢？2023年。是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会在 Phoenix 会在4月推出我们的最新专辑。哦，对，专辑喽。是，专辑4月份就会推出。对，4月份。然后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内容，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4月份大家一定要一起期待起来，好不好？好，志廷呢？我自己这边是后续有关于音乐作品的规划，然后戏剧方面也还在努力当中。那我前一阵子有拍一个真人秀，原定是2月的计划，就现在1到4月上档这样。哦，所以看起来今年的行程会非常的满哦，就是有这个音乐啊，也希望可以在戏剧上面还有节目上面都有非常亮眼的表现这样子。好，那我们在今天呢，其实有很多的粉丝朋友从很早就来特别支持，那为了要特别的答谢他们，所以我们从这个前100名的这个幸运儿当中会抽出10位。的幸运的粉丝可以上台跟你们这个握手还有合照，那现在我们就要请他们来，请两位来帮我们抽签咯。好，你看你自己的喜好，你要一次抓5个，然后还是要慢慢抓的，先抓3个出来。好，先抓3个出来，然后你来喊号码咯，或者是号码。好，等一下哦，喊到的粉丝朋友要拿出，就是你们很热情，哇，是你哦，这样子好不好？来，第一位粉丝是45号，45号在哪边？好，来欢迎你来到前面的右手边这边，准备好你的手机跟相机。哦，这个我跟你讲，这个人呢，你要留意哦，我刚刚说你应该会中哦。好，一号的粉丝朋友，好，来喽，我真的是马上讲马上中哎，好。好，第3位的得主，78号，78号的粉丝票在哪边？哎，恭喜你！然后还有2位哦，还有2位。好，来，我们这边请，然后还有2位的粉丝朋友。
好，我们来看看下一个是谁。61号。61号在哪边？61号，恭喜恭喜。好，最后一个是志廷挑选的。20号。20号在哪边？20号的粉丝朋友，好，那麻烦我们请到这个面对舞台的右手边这边。好，要换 Max 咯。好的。这个号码条。好 ，Max， 他们都非常期待这一刻咯。好，来这边。那个抽到的粉丝就是去前面那边了，去预备了，去预备了，因为我们要加快我们的流程时间。好，粉丝抽出一把来了。我又不知道我发几。有五张吗？再一张，再一张。再一张，再一张。好，来来来。谢谢。好，我们来好好的选出我们的五位的幸运粉丝。好。帮你拿剩下的。好，第一位 Max 抽的是谁呢？多一个人哦，那不然你可以帮我选择，再帮我选。哦，我们都还没看哦，公平公正。好，给你看哪个选？好，第一个号码是76号。76号在哪边？76号在哪里？恭喜你。Hi. 好，第二个幸运的粉丝。谢谢谢谢。号码是95号。95号的粉丝朋友在哪边？好，恭喜你。好，叫到号码的粉丝朋友，赶快到那个前面右手边这边来预备哦。你们的手机跟相机要准备好。55号。55号的粉丝在哪里？好，现在是第三个了嘛？好，最后两位了。OK OK。87号。87号的粉丝朋友在哪边？好，恭喜你。好，最后一位咯。好，用念力，希望是你们得奖，好不好？来。49号。好，最后一位，49号在哪边？你吗？好，恭喜你来到前面这边预备。好，那我们帮你们把麦克风先收下来。Okay. 来，好，然后我们请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帮我们预备一下。好，第一位幸运的粉丝在哪边？